他刚刚去吃饭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川哥。我是川嫂。今天干了一天活，晚上下班回来呀，马上没洗完澡，炒了两个菜，蒜头炒肉丝哦，青椒炒凉个，还买了个酱板鸭，30块钱。那是儿子在网上给我买的哈，哎，酱板鸭，湖南酱板鸭，尝看看。哇，当当当当，大家看看，那个酱板鸭大不大？闻起都香哦。来，分什么香菜？给大家试一块。试个腿腿哦。来，川菜香菜。这个好想吃去，就这样试就可以了。是啊。来，一试一块。那是鸭头，是的哈，是的嘛，都行嘛，是的。哎呀，是弄大颗颗的。可得嘞，吃的有是吧？我想啃那个头。大家看，那个鸭头安逸哦，脖子长哦，多香啊！多吃的哈。嗯，确实安逸啊，味道。鸭头好香，鸭头美哟。那鸭脖子才香。来，给你试一把。我吃半个。你吃鸭脖子。那骨头都快嚼去吃了，快。是吧？吃起来多带劲的哈。酱板鸭还没吃过以前，是吧？还没有吃过那个酱板鸭。它这个好像是弄酱把它糊上去做的。嗯。那骨头都疼得个。应该是烟熏的。烟熏的。嗯。烟熏的，它用那个酱，可能炸了一段时间，才包装抽了真空。我跟你说。也不多，哎呀，没吃过是不懂嘛。像你做鸭子还都有讲究的，像鸭子要越肥越好，而不是越瘦越好。嗯，对嘛哈。它肥它也吃油水啊，很香啊。是吧？行吧，好多油水，肯定多少人都没吃过这个酱板鸭。这是湖南的特产，生在湖南的人呢，可能吃过、见到过；像我们四川人的话，还没见到过。哎，这里还有菜哟。嗯。好。再吃两块。来吃哦。吃哦。看起来好香哦，酱的味道。稍微有点微辣，吃起来呀，所以香辣香辣的。就是这个鸭子有点小，30块钱。那味道好吃啊？它是熏干了的，所以啊，看起个头就不大。我炒的菜也香啊。嗯。放我试。就吃那个大的嘛。我吃个小的就行。泡两个黄的。哎，湖南有酱板鸭，北京有北京烤鸭，是吧？我们四川有啥子鸭？四川有板鸭，就是个板鸭。四川有板鸭，还烟熏鸭。烟熏鸭。其他地方应该都有当地的特色的鸭子哈。味道好像我们下次再买一只。不要的，吃上瘾了。等你弟弟回来再去买了，让他也尝一下噻。我们在屋头偷偷摸摸的吃。今天晚上坐在阳台上吃晚饭，还是多舒服的哦。我看看外面有没有月亮。
外面黑秋秋的啊，看嘛，有点儿风吹起都舒服的。嗯，没吃嘛，我还有啊。嗯，好，谢谢哈。啊，不客气哈。来，一吃羊皮皮。我不吃，你光吃。看你多安逸呀。冷静静的。再去装碗饭。中午吃的早，下午干了一下午活呀，到了晚上回来肚子就饿得呱呱的叫了，所以啊，晚上也要吃两碗饭了。朋友们，你们晚上吃的多少？肯定没得你吃的多。主要是我们还是干体力活，有点儿就是饿得快，所以晚上啊还是要把吃饱，吃得好点。我还两个，我都来多吃了。你啃嘛？我那还有两个。哎呦，我是这么大。我做呢。好。我还有点。今天晚上吃的安逸，吃了两碗高粉了，还有酱板鸭、肉丝、凉牛那些，穿上吃的饱啊。要是会话，要不是饭都不吃饱。是，好，今天视频就录在这里，喜欢川哥的点个赞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拜拜。